隆重为弟兄领受洗，大家去到那个所在，等人家一新人讲话，等人家一新人泡茶，等人家一新人创啥，中岛话，大公司人在想讲，听不了吗？也不爱听了，所以建议，那你有兴趣想要做这个，来帮助小朋友，对人他们东西会同修前辈，那你长辈不行。有一个老大，伊老人家，啊，家己是袂，我后壁咧，我有一个母亲，我后壁啦，我要到做一个所在，我有当地嘛，这个家己，恁姐你讲嘛，迄个比较客观点，而且，他有结婚啊，阿生仔囝，阿姐呢，伊人每一日爱爱讲天，比较了伊辛苦，阿姐呢，甲讲，恁有性能吼，你脾气有点不顺心。我买一套条件，我阿弟弟哦，我不说这样东西啊，我才说实话，你讲不哦，我还没阿离婚啊，阿离生一个囝，还不管这囝要娶我唔娶我唔知影，我后面来买，我对我嘛唔知影，你讲阿那二号已经有一个叫我张新弟啊，我阿弟的，哦，所以你恁年轻时的代志，就是啊。他们行过所有你的女儿，甚至玉山，甚至所有你看到的事情，咱有一个用我们看得出，可以有一个真相，唔免烦恼，唔免恐怖，哦，唔免无聊，下一个观念，都有一个足尊贵、足迄个尊重的家教。所以我对老人，这部分来讲，那你听到一个，哦。长辈的这个尊敬、尊重，我长辈家老人有一个尊严，唔忘记长辈甲老人有关呐。老辈，老人了，那老人会不会有老辈？天是过天，到底平常是什么呀？所以我可能变成一个老辈。长辈那就见过了，所以年纪已经长掉了哈，不管怎样哈，啊，所以。一无所有，那你就是一心只求世界安稳。到未来观点放下，最重心第一点，一点是叫什么？这个叫做什么？第一社会安稳。最重心更核心嘛，心是心意，往未来就更好。心是心意，你讲你这个意给你的得力，你要行过，心是行过，哦，心就是行过嘛，哦，乘车乘车，心得行过，你这个意。你就是一楼，爱二楼，爱三楼，爱四楼，爱五楼。比如讲，五楼是佛，哦，四楼是菩萨，三楼是比丘佛，二楼是阿罗汉，一楼是众生，安尼个观念。你即马生你，你必须甲佛念。我应该咧听听有啦吼，所以第一，而且咱听有法，无法语言众生，咱是。最起码咱必定听啦，听是即即声，哦，一发天起，一发天起，恁就是台湾的，哦，所以第二个就是咱，咱即个也变实现，哦，心是因因，不是靠心，不是用心搞的啦，不是单靠心钱啦，哦，你说自修无无无呀，你家己爱去自修啦。你问我无路用啊！你人做，你问我这个无路用啊！所以呢，伊才讲讲，啊，一切时中自心自如，一切时中，一切时中叫二六时中啊！